但是没有投入，打不了突破口。而 Alpha 7那边呢，也感受到了高编制的 VP 的存在。Alpha 7这已经是鸠占鹊巢了呀！是的，踩到你的房顶，而且他们还放了一人，有余力守住。哦，一颗手雷来自于 Mafioso 的。他俩要能熬死，真的熬死。点空间，嗯，你要从这个角度。哎 ，HC 这个位置有点好。我靠！我操！九杀一颗雷炸四个！我操！他好猛啊！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刚刚就前面几把也是他炸的呀？